特定一個老虎，佢可以令我哋生活脱離困苦。市長、警長，一隻手係拍唔響，你哋要做隻狗就要將條命伸長，有錢可以控制世界，要幾壞就有幾壞，要壞就要快，要快就要完全變態怪。怪依家咪到你補償人哋。喂，講真啊，諗翻轉頭，其實係你冇良心。人哋一個女人已經決定同你私定終身，點解你要咁負心去揾其他愛人？個女人嘅一生佈滿傷痕，血淋淋，血淋淋。人哋嘅时候，你冇理人哋感受。今日佢翻嚟报仇，一定要攞你个人头，攞人头，攞你个死人头。森林好晒，森林当永恒，其实系想风雨翻腾。森林好似烟云，占永恒。回头望，恐怖的山。生活喺呢个怪诞世界，其实每个人都有啲心理变态，好多嘢越嚟越奇怪。但系冇人会，你已经变成新常态。世界有好多框框，框住你，等你唔敢乱咁行。点解仲衰过俾人屈坐监？喺怪诞世界，其实仲未算系最悲惨。如果你行得太快，咁就当系做表态。其实你系过咗界，即系你系错捻晒啦。错捻晒啦，错捻晒啦！转头你就要讲拜拜，讲拜拜，讲拜拜，快啲去拜拜，朝拜朝拜，怪那世界金钱作怪，权力大晒。呢个世界有好多框框框住你，等你唔敢乱咁行。点解仲衰过俾人屈坐监？喺怪诞世界真系悲惨。你仲有得拣？你仲企喺中间，逼你向住一个方向行。啲朋友个个人中变奸，点解依号唔使去坐监？你对恋人抱持好问题。